我找是个爱找谁也可以说话谁落可把事情的这些你也不懂比例你也忘记会把的同村这个只不过玩得比酷的也这点是他我们引起他多少把杀狗不过大部分都是一个杀的都已经杀到22万零三万七十四既然是因为延期咧，佢我已经将嗰个预告游戏库嗰个资料已经更新咗，但系相反，佢只 game 嘅版本都系冇改变过嘅。咁 beta 都有都延遲啊，16號啊，但係我開始發現有個問題，等下，開頭佢話延期咧，所以19號80號嘅。佢話咩 ？Studio 疫情咧，關係咧，在家工作影響到遊戲嘅修改進度。有一個好嘅體驗就延期發售。第一句啊，疫情在家工作影響遊戲嘅改進度、修改進度呢句嘢，我覺得有問題。理論上在家工作，我記我諗翻起舊年2月幾嗰時，咪因為第二波疫情嘅，因為唔係第一波，係第一波。咁我阿爸咪基本上都喺屋企嘅，都係佢都係坐喺度冇喐過嘅。不過就要喺屋企做工作，但係基本上你會喺屋企蛇王嘅，基本上冇人見到你做咩裝 CCTV 嘅咧。咁基本上在家工作有兩樣嘢叫做 Teams 或者 Zoom， 呢兩個都係一個開，呢兩個係一個網上嘅。會議 最常用的兩個 apps， 咁點解你唔用？假地講，你在家工作都可以叫曬嗰班 partner 開個視像會議，討論一下隻 game 嘅進度同埋有咩修改地方。咁唔係話下下都在家工作，所以就延誤噶嘛？你可以開網上會議噶，有一樣嘢叫網上會議，你都知道。唔好同我你唔知道，網上開唔得會咩？唔需要用 tips 咧，所以延期啊！你區區一個網上會議，跟住就唔使下載工作嘅影響到你。我意思係話，佢咁講會唔會因為在家工作去唔到 studio 嗰度更改嗰個隻 game 咧？係咪因為 studio 淨係隻 game 淨係可以喺 studio 搞，唔可以喺屋企搞咧？唔係，簡單嚟講，要修改隻 game 就大家俾個 suggestion 啦。咁俾 suggestion 可以喺屋企可以開會，可以開網上會搞，唔一定就喺 studio 搞。你可以話在家工作期間，嗰班研發人員開網上會議討論，就係同埋 suggest 點樣去修改隻 game， 或者對隻 game 增加啲咩元素，令到隻 game 更加精彩。跟住第二日翻翻嚟之後 ，studio 即刻加翻啲嘢上去，即刻就完美啦。咁唔係下下都坐喺工作機就唔理噶嘛？假如講你喺屋企用電腦整唔到隻 game， 但係可以俾個 suggestion， 第二日翻嚟搞搞佢，就咁簡單。
夜晚八點鐘即刻開始，開始咩呢？八點鐘開始預購 iPhone 13，但我阿爸幫我預購咗 iPhone 13 Pro。下個禮拜攞貨啊，下個禮拜五啊，一係就喺沙田，一係就喺九龍，一係就喺 Central 中環。我覺得就喺尖東，我覺得中環近啲，因為中環始終你出到閘之後上到，基本上唔使下都啲太陽曬住或者點啦。你上到之後都係一直嘆住冷氣嘅。iPhone 13 Pro 嘅藍嘅呢個藍色啦，佢比我部 XR 係淺色啲。我部 XR 都換啦，我就用我部 XR 換咗部 iPhone 13 Pro。因為 iPhone XR 個 mon 食電啊，開頭預購開頭八點鐘去到嗰個 Apple 嗰個網站咧，佢話差唔多好快到，明明八點鐘開始喎，八點正喎。但係冇諗過咧，咁都係仲有咁多貨咯。通常你預購咧，應該都好多人買嘅，應該都冇曬貨啊嘛。頂頂我嗰部 XR 只不過換咗幾千蚊啫，個 mon 係曾經壞過嘅，因為佢個晶片就 detect 到你部機曾經係跪低過，同埋你部機頭部機太拗啦。XR 係2010年10月幾出噶嘛，開頭佢同 XS Max 出噶嘛，單反鏡頭，簡單講好似 iPhone 7、iPhone 8。個鏡頭調轉，不過大啲啊部機。咁即係話，我換咗部 iPhone 13 Pro 之後，我依家兩部手機都係三個鏡頭。呢部機 iPhone 11 Pro 用咗一年半。我淨係玩呢啲小嘢彈，關於幫我收玩只貓。等陣先，嗰、那個字條點解見唔到威廉呢個字？變咗仲係問號，跟住就變咗好多個其他啲字咧。佢睇完之後即刻度筷子咁樣整巢掉落地。只機咪11月中出嘅，我諗緊換個可唔可以呢？殺咗24萬股，我諗應該都仲有做好有排。唔知點解一咳啊！唔係，因為我前幾日開始咳嘅，唔係傷風嗰種咯，咳都冇痰嘅，咳出嚟應該有痰噶，但係冇，應該係氣管敏感定唔知發炎，啲嘢就唔好咁凍嘅，又真係唔好食煎仔。個位沙頭咧，最後一個禮拜，睇法都要將啲相過去個機度。但我記得我部 XR 裏面嗰啲相咧，係包含埋我部 iPhone 7拍攝啲相。之前嗰部機啊，咁即係我夾埋部機裏面，起碼都有至少有6000幾張相。我個相簿有4000幾張相。過翻嚟影片，我諗下過唔過咧？因為基本上過咗星期五咧，要 reset 部機啊。reset 意思就係話將裏面所有嘢全部冇曬，清曬。